彰化县2011年新春祈福活动“兔耀逢春，百运飞扬，新春在天”叩钟仪式，三日大年初一在八卦山大佛前广场热闹展开，由彰化县长卓伯源担任主祭，为彰化县祈福。与会有县议员黄千燕、林苍喜、八卦山大佛风景协会理事长张世良，以及县府各局处以及主管等嘉宾共襄盛举。是辛卯年正月初一，咱所有乡亲，大家在咱彰化的地标，也是咱彰化精神的象征。八卦山大佛头前，咱共同向上苍来祈福感恩。咱感恩在过去的一年，上天护佑咱的彰化县会当繁荣进步，家家户户如意吉祥。会中由县长带领县府各局处以及主管，在大佛广场前敲响108响的祈福钟，并由卓县长发放代表吉祥如意的福袋，祈求来年心想事成、和福平安、诸事圆满。五月初一呢，是咱家大佛呢要举办呢50年来第一遍的万人吊山的大法会。这个大法会不是跟咱彰化的啊，全省呢各县市呢拢会来参与，而他呢邀请呢中国大陆各省的佛教的师父来，咱呢邀请呢日本奈良镰仓的大佛的代表来，咱呢邀请呢越南泰国佛教国家呢的这些大师父呢来参与，来咱这吊山。八卦山大佛呢都会在我们这个八卦山举行，这个县长呢会亲自来这边发红包的活动哈。那我们也希望各位乡亲呢每年这个时候呢都能够到八卦山走走，然后看看我们彰化这么好的风光，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卓县长表示，大年初一与乡亲一同聚集在八卦山大佛前广场祈福，希望新的一年彰化的经济发展、交通建设等能持续推动，民国100年也将透过百年全运的机会，让彰化走出去，世界走进来，让大家看到彰化的美、彰化的进步与繁荣。公益频道彰华语彰化采访报道。祝咱彰化，谢谢主持人。